民警 World 7 World 8 Football Trustee 就要委员嘅候选人。呢个区有九个候选人，我系 Only Chinese Candidate。我先生系台湾人，我系福建，同埋我识讲广东话，我都好有好多系泰茂印度嘅朋友在呢个区。我住呢度有18年，所以我全部嘅朋友都系在呢度。我想我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 bridge， 一个桥梁， combine th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and Chinese。大家好，我是这个从福建来的，我住在这里有18年，我一直在社区呢，是组织很多的公益活动和文化活动，所以我非常有组织能力和语言能力。我在这个社区得到了这个家长委员会，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女子户外运动队和我们的女子俱乐部和这个男子甚至是男子运动协会的就是家这些爸爸们和妈妈们的支持。那我也想说，这个区呢。在万锦第八区有20%的华人，万锦第八区有40%的华人，万锦第七区有20%的华人，所以华人是非常多，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华人的教委。所以呢，如果我一旦当选之后呢，我会首先呢，我会在这个区建立一个联络点。这个联络点呢，可以让我们华人的家长，因为我相信华人的家长很大的困扰就是有事情不知道找谁。所以呢，我想说最起码一点，我可以建立一个免费的联络点，让大家定期开放给我们这些华人的家长，至少知道说孩子在学校如果有一些 special need， 我可以去找谁，这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一个服务，我相信我可以做到这一点。第二的话呢，我会使用一些微信，当然我们这很多的人都是使用 Facebook， 但是我会使用微信，因为微信我们必须得承认它是个非常容易 share 的一个信息平台，我会使用微信把教育局的最新的一些政策啊、福利啊、一些信息通知发给最快的速度发给这些家长，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谢谢大家。